好不好？哎哎哎，再搁翘一骨一撮，等一下，徐叔叔啊，听讲你今日伫学校生气呀？啊？你今日？好啦，我爱你。哎哎哎，再搁翘一骨一撮，等一下，徐叔叔啊，好吧哈，啊，咱头你先食一大嘴，再咱再再去下，哎，食一大嘴，啊，慢慢，来来来，那我给你带咧，你若巴肚枵，馒头伫你的细胞内底啊。坚强的，那第三天，包括开学第一天在内四天，他都没有哭。然后，但是每天回去都说伊爸去还好，伊讲我要一直跟恁做伙。对，我没有吃早餐。这个时间我会吃香蕉跟豆浆，结果发现姜黄弄甜的要死。秘鲁开学了，我也要准备开义了。现在刚好也还是在鬼月的期间，所以很多普渡或是法会要跑，所以能够跑的一些基层赶快把它跑完，就要准备好好的进入下个会期。其实老杨没有在乎这些，稍微要跟他说，他要买一个，就是之前政治的这个议程。我现在的午餐几乎都是健康餐，鸡肉为主，然后菜，像这个是那个豆干丝啊，干丝。尽量少淀粉。
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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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拔出来帮我吃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健康。当然是看他发声的管道，就是我这个访问最后他出去的广度，那另外就是看他访问的内容有没有去。Because actually I curse a lot in my daily life. Always there are some parts that are still misused. I think with the old logo and the old category, then we have to explain what it is. Actually, I curse a lot in my daily life. 哎啊，现在开始了吗？哦，好。嘘，别话，闭上。可以的，你把个人松开一点。喂，米罗，你今日生气啊？听讲你今日伫学校生气啊？啊？你今日？好啦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好，好啦，但是你爱注意哦，你袂使，你伫学校袂使乌白走哦，你会胖去哦，你会找袂着路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拜拜，爱你哦。爱你哦。好啦，拜拜，嗯，拜拜。